三美一休就是长达一年的悠长假期。近日终于宣告景福收美郑秀文2007演唱会将于5月举行。3月25号久没露面的三美出现在记者会上，以黑白衫裤配黑钻首饰出场。戒烟后的她皮肤好了很多，不过也胖了许多。她笑说最近在努力运动，相信到时身材会很不错。那要看我现在这个锻炼做成怎么样，因为我现在每天做这个锻炼都好几个小时，那我想大概到五月份的时候，我的身材应该是蛮不错的啦。此次演唱会他除了会演唱许多经典曲目外，他还表示会在演唱会上增加舞蹈的部分。因为我最后的一次在3年前的演唱会，我觉得我现在回想起来好像跳舞的部分比较少，那所以这一次的演唱会我的跳舞的部分会加强一点点。很多歌迷已经迫不及待地想欣赏这场演唱会，问他会不会加场，他笑说这得和公司商量，之前与公司发生冲突后，公司曾表示如果再不好好合作将会放弃他。三妹似乎也因此收敛了许多。可以应付几场，我想这个还是要跟公司商量一下。我自己还没有真正的想过要加几场。演唱会的嘉宾成了媒体们的焦点，尤其是 Sammy 的旧爱许志安。 Sammy 笑言他肯定会到场看，至于会不会当嘉宾要看安仔自己的意思了。 Tennis VSOP Public Relations Manager Miss Jenny Lam 王基廷孙1 2 3 Cheers 再请雨中来给公司上市文艺让你趁演唱会成功。我想安宅他应该他会来看吧，一定会来看。基于会不会做嘉宾这个在想吧。其实我有一年的演唱会他在下面看，我也有邀请他上来跟我合唱。其实他已经当过我一次的演唱会的嘉宾，那要看啊，如果他真的有时间来看呢，我觉得反而当嘉宾也是一件不错的事情啊。